跟我非常的好，那他也很支持年轻世代的参政，所以虽然他跟蒋万安市长一样，我相信在这次的初选里面，那党内的这个高层不会特别的去选边站，但是支持年轻世代参政这件事情呢，我相信侯市长他不会改变。那他当然我也有过去跟他聊过很多次，他也觉得国民党需要很多的心血加入，我也会把这个邀请函再一次的寄给费鸿泰费委员到他的服务处。那明天10点如果他这个有兴趣来一起参加的话，我也会留同等的时间让他说明他的参政理念跟他的政见。好，所以如果他能够来的话，那明天就会变成一场辩论会。B 站哦是个人的选择，那他或许觉得说在选战当中进行冷处理这种比较传统的选法，那是这个传统的政治人物他们认为的选举方式。